这台比卡贴还要便宜的五锁13 Pro 256G 大内存的98芯亮机的机器，正常你去市场看怎么说也要4100吧，但在小人这里直接3199给你拿下。当然了，这是一台瑕疵机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有可能更换过屏幕、摄像头，或者是更换过其他配件的机器。不过今天给大家看这几台哈，屏幕、背板滴水成珠，关于本机也没有任何弹窗，但是它就是属于瑕疵机。仔细看屏幕这里哈，有一处轻微的踩点或者是漏液，因为影响的区域不大，要换屏幕的话小杨觉得有点可惜了。那么再看一下这台无锁的 14PM 256G 大内存98芯亮机的成色，电池效率也是100，充电次数真的是非常少。那么像这种非常极品的机器，就是因为屏幕这里有一个点点的这个小漏液，直接少了快2000块钱啊！正常这种机器怎么说都要6000大几了，但是在小杨这里的话直接5099就可以拿下，绝对是纯原装的一个机器。然后还有这几台同样是这个无锁的这个13PM 128G 的一个内存，电池的话也是90加的，正常市场行情还要去到4300左右，但是这个左上角的话有两处这个小落叶，但是屏幕的话整体的全部都是原装的哈，直接给你们少1000，3099上车。当然大家也不必担心哈，因为这些瑕疵的机器同样要经过严格的质检测试，确保功能一切正常，我们才会给客户发出。况且咱们家还支持180天的一个质保服务，所以感兴趣的可以经常关注小杨。